跟你说啊，是我跟曹庆、曹凤说了什么，应该都听到了。你可以查外行车记录器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鬼鬼祟祟的跟在我身后？黄心怡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是知影你打电话给曹凤，我惊讲你有危险，才跟在后边你去看麦咧。我谁知影哦？跟到后来吼，我就跟胖去啊。啊，到有的时阵，我就听到恁在讲话啊。你听到什么？我听到你讲，叫曹庆卖阁给阿芳提险的代志，给你威胁。小丽啊，你甲曹庆两个人是不是？那是我们私人恩怨，少管。所以恁两个人有发生关系哦？黄心，我警告你。无论你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最好都要没听到。要是害我被家人猜疑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啊！你当作我是啥黑囡仔，搞黑惊？你做唔对代志，竟然过来威胁我？你是有证人呢，还是有证据？你凭什么说我做的事情？我看你这个心虚的表情，我就知影，你一定做唔对代志。那无，咱来去问查某甲曹静啊。那是因唔承认吼，嘛袂要紧，我就甲这件代志甲厝内底人讲，叫大家来问你，看你是讲还是唔讲。好啊，那就我事情闹大，让家里人来问我，来查我。我告诉你，到最后受伤最深的会是少峰啊，婆婆会怨你，少强也不会谅解你。我无所谓啊，我没关系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了。但是我死之前。会报复所有我要报复的人，包括你，包括你妈。我要是活不下去的话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个小杂毛，你敢打我马戏狂埋啊你！黄心怡，要是不想波及身边的人的话，就把金刀全部忘掉。你爸我会感谢你，你要是害我的话，你就等着去死吧。你这么丢大姐，可不可以也要买？后来再听过没有？马军，我一堆大姐该付精灵的。你我听清楚了，黄心怡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都轮不到你对我品头论足。你如果想跟少强安然度日的话，在这个家里好好待下去的话，你就把嘴闭上。那天晚上做的事情，我会尽我能力去弥补。你如果要闹的话，我就拉所有人去陪葬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放手，放手啦！你。